欢迎回来。那么呢，这个影片里面会讨论2018年曾经入稿接触的第26跟第27题。第27题会吃很久时间，因为我有三个方法要介绍。那么呢，第26题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我们的 x 加1乘 x 加2加乘 x 加31自乘到 x 加20的展开式中，有 x 加18的系数是 a， 求 a 的最后三位数。那么呢，我们来写一下这个 x 加1乘以 x 加2乘以 x 加3乘到 x 加20。那么呢，这边就有几项呢，一项、两项、三项到20项咯。那么我们最大那一项就会是 x 20咯，加不懂几个 x 19，再加不懂几个 x 18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啦， OK。 那么呢，怎样得到 x 18呢？就是这20项里面有18个选 x， 然后剩下两个就可能选整数这样子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会得到什么？我们就会得到1乘2，然后再加1乘，所以它这个 x18 的 coefficient 会等于1乘2加1乘3加1乘4加到1乘20，那么还有再加2乘3加2乘4 OK， 一直这样子加下去没完没了，一直加到19乘以20。那么看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呢？真的是很复杂。那么呢，我要让你们 visualize 啊，就是这个方法这样可以做出来。那么我们来想象，我们有一个正方形好不好？那么我正方形我切成20个部分，20个部分呢，它分的长度分别是1 2 好3一直到19 20。那么我这边既然是正方形好吗，我讲对不对？所以这么1这边有2这边有3等下3然后这边有4就下去就这边，然后我看不到我的东西，跑哪里去了。好，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来的，不过最后有19，然后最后这边20，那个19跟20你们就想象一下，脑补一下，这个是一个那个长度来的吧齁。OK， 那么呢我们要讲把这个 plot， 我们要讲把这堆3 plot 进去这个我画出来这个图呢。 OK， 你看到我这边有1乘2吗？1乘2，那么这边有1乘31乘4然后这边就会有1乘以19，然后乘以1乘以20，再加1乘以20。那么呢，我们这个2的话，我们2乘1，没有2乘1嘛，我们就挤一个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然后这个2乘2我们也没有嘛，所以我们从2乘3开始，对不对？2乘以3，2乘4，我们就会有2乘19。2乘19，然后我们也有2乘20。那么这个3的话也是3乘1没有，3乘2没有，因为已经讲用过哦，3乘3也没有。我们从3乘4开始，边抽了我的线，笔画不直。3乘19还有3乘20。那么这个步骤就是一直重复了齁，然后到最后尾我们就会有，这个是最后一个 actually。我们就会有19乘20，你就想象这1到20分别都是它的长度来的。那么呢，我们会发现到有一些当中有一些长方形是没有用到，比如讲这个中间这个1乘1 2乘2 3乘3都没有用到，对不对？然后到19乘19 20乘20这个也没有用到，这个也没有用到。 OK， 那么呢我这边呢，其实这个2乘1基本上就是1乘2的 flip 过来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3乘1就1乘3这样 flip 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3乘2 flip 过来，这也全部都没有用到。所以呢，我要怎么找这个x 的18次方的那个coefficient 呢？我就可以用这个长方形，不是正方形。那么我的正方形原本大概的那个边长是1加到2 1加2加3加到20的平方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呢我中间有哪些数字是没有用到的，okay， 我就1的平方也没有用到，2的平方没有用到，一直加到20的平方我都没有用到。然后呢我们也发现到这个2乘1跟1乘2是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这里全部都是可以 flip 过来会有得到反射的，所以我们就除以2，
这个呢就是我们找到它的那个 coefficient 的方法咯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可以怎样弄，这个就是一加到二十，就是二十乘以二十一除以二，这个公式要学好来。那么如果你们忘记的话，这个就是n 乘以 n 加一除以 over 二，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n 加一和 n 乘以二 n 加一 over 六。那个，那么这个可能会比较新，不过你们可以记住，我也不能帮到你们什么。OK， 所以二十乘以二十一 over 二的平方，然后减掉我们有二十乘以二十一，然后二 n 加一就是四十一 over 六，这整种东西 over 二。那么这个是四百二十除以二，四百二十除以二，然后就是两百一十，两百一十的平方，我们就有四四一零零。然后我们这边减 ，OK， 二十乘二一除六七十，七十乘四十一二八七零 over 二。我们来看一下啊 ，OK， 我们就会有四 ，OK， 四一减二八再减掉一，所以四一减二九四一二，然后就一百减七十三零除以二，我们就有二零六一。2061 5 OK， 所以呢这边呢我要这个就是我们 x 的18次方的那个 coefficient 哦。那么题目只是要 x 的最后三位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们就只拿615，因为这个年份我们还没有 COVID， 所以呢还可以写，就是一到一千里面这样子可以 aga 一千分之一的机会啦哦。OK，所以呢第26题的答案我们写在这儿，答案是615。 OK， 就这样。好，我们呢现在就往上走。OK， 这个第27题我有三个方法，所以我会用比较久的时间。那么呢怎么说呢，这个应该是我其中一个我去年四月多五月多的 video 也是有在这边讲，不过我应该是 left as homework 啊，忘记了，你们可以得空可以去看一下，应该是 sequence 的那一个 video， 帮忙支持我一下啦，谢谢。 OK， 所以呢这个第27题呢我们这边有一个数列 A1 A2 A3 的定义，就是 A1 等于1 A2 等于4，对于所有 n 大于等于3，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，设 x 等于这个，求 x 的值。那么呢我们的直觉呢就告诉我们要找多几个 A 啦，就是 A3 A4 A5 A6 这样子找一下。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A1 等于 1 A2 等于 4， 那么 A3 呢就会等于两个 3.1 等于 2， 两个 A2 减掉 A1 加到两三就会变成两个4，减掉1加3就变成10，然后 A4 就会变成两个 A3 减掉 A2 加上4就会变成两个10减4加4就是20，然后 A5 就会变成两个 A4 减掉 A3 加上5就会变成两个20减掉10加上5变成35，然后A6 就会变成两个 A5 减 A4 加上6就会变成 A 两个35减掉20加6等于56。好，我们就做到这边，不要再做下去了。OK， 那么呢这边开始我就要分开关于号分道扬镳写三个方法出来了咯。OK， 第一个方法是如果你观察到厉害，你排列组合蛮不错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到我们的这个 A1 基本上就会是，给我想想一下，诶我要说什么啦， A1 等于 E， 那么我们的 E 基本上就是3积3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的 A2 等于4基本上就是4积3， A3 等于10等于5积3，然后我们的 A4 等于A4 等于20它等于6积3，然后我们的 A5 是35它等于7 C3， 然后最后我们的 A6 等于56它就是8 C3。 那么我们的 general pattern 就是我们的 AN 会等于就是 N 加2 C3， 或者是如果你们比较习惯看这种 pattern 就是这样，它就长这个样子啦。 OK， 所以呢我们有这个，给我一点时间，
这个是 for 如果你看 pattern 看得挺不错的话 ，OK， 所以呢，我们就有 A 96减 A 94 over 12，我们就会有96加2，98 C 3减96 C 3 over 12会等于98 97 96，然后3乘2乘1减掉96乘95乘94，3乘2乘1 over 12，所以这整个东西就会变成96 over OK， 这个6乘这个6跟12一起乘啦，所以变72，就变成98乘以97减掉95乘以94，所以呢我们这边约减这边会有3，这边会有4，就有4 over 3。98乘97有等于多少呢？你们帮我算一下，我在想着。9700减掉194等于9506减掉95乘94应该是8930。所以呢这个就是1/3乘以576我们就会有768。OK， 这个是第一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就是你一眼就可以判得出这个是几 C3 这个东西。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方法呢，我们来写一下啊，这个是这个还是我的，这个还是我的方法嘛。OK， 这个还是我的方法。第二个方法的话就是我们直接来看 AN 加2减 AN 它的差是多少。那么呢我们刚才有得到嘛，就是 AE 等于4，等一下我们全部再写过来一次， AE 等于 1,A2 等于 4,A3 等于 10,A4 等于 20,A5 等于 35,A6 等于 56, OK， 写这六个就好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A3 减 AE 等于10减1等于9等于3的平方，A4 减 A2 会等于20减4会是16，会是4的平方， A5 减 A3 就是35减10等于25等于5的平方，然后最后 A6 减 A4 我们就会有56减20就是36，那么你也猜到了，就是6的平方。所以呢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pattern， 就是 AN 减 AN 减2会等于 N 平方。那么呢我们来看啊，我们有 A96 减 A94 对不对，所以就是直接套进去好咯， A96 减 A94 over 12会等于96的平方 over 12会等于96乘于96除以12等于多少， 8， 所以等于768，这个也是答案。那么呢最后一个方法呢我就要介绍的是陈景润的，这个他做到有点奇怪，他做到有点我觉得比较深远吧，不像我那么我有浮浅到吗，我也不知道。可以吧，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有点时间。OK， 原本题目里面讲的是 AN 等于两个 AN 减1减 AN 减2再加 N， 对不对？所以呢我们就会有，如果我们这边减两边都减掉一个 AN 减1的话，我们就会有 AN 减 AN 减1会等于 AN 减1减掉 AN 减2会等于等于多少，给我想一想，会等等下会再加上 N， 对不起这边是等号。 OK， 那么呢这个我搬过去，我们就会得到 N 会等于 AN-AN-1 减掉这整个 AN-1 减掉 AN-2。OK， 那么呢我们就会有 N， OK， N 减1的话就会等于 AN 减1减 AN 减2再减掉AN 减2减 AN 减3，以此类推，我们就会最后得到4等于 A4 减 A3 再减掉 A2 减 A3 减 A2， Last but not least，好像写作文这样，对不起。OK， 3就会等于 A3 减 A2 再减掉 A2 减 A1， 这个是陈景润的。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这个一直加嘛，对不对，一直加上去，所以我们就会有 N， 我们就会有等一下我看一下 N 加 N 减1加 N 减2加到4加到3
就变成 an 减 an 点一 ，OK， 然后我们这全部都是3333333嘛，对不对？只剩下前头跟尾，那么我们就会减掉 a 2减 a 1，那么呢，我们的 a 2减 a 1，我们其实是可以搬过来前面的 ，OK， 所以我们的 a 2减 a 1其实是4减一等于3嘛，会等于1加2嘛，对不对？呀 ，OK。4减1等于3等于1加2，好像 quick math 这样子 black， OK， 所以我们就会有1加2 1加2加3加到 n 减1加上 n 就会等于 an 减 an minus 1，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就会变成 an minus an minus 1会等于 n 乘以 n 加1除以2，那么呢，我们的 A96 减 A94 嘛，是不是就是无中生有 A96 减 A95 OK， 再加上 A95， 我的 A 跟9差不多，很丑啊，减 A94， 然后 OK， 我们题目是讲要除以12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往下走，就会变成，对不起，如果你们跑微摇的话，你们可以 rewind 几千几分钟这样子 ，OK。所以我们得到我们的 an 减 an minus 1会等于 n 乘以 n 加一 divide by 2，所以我们就会有96乘以97 over 2，再加上95乘以96 over 2，所以呢，我们再除以12就会变成96 over 这个2乘12 24。然后这会变成这个是97加95，所以这边4等于4乘以97加95，4乘以192等于768，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三个方法哦，他们最后得出来答案都是一样的。我们来再缩小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我们 progress， 好夸张啊 OK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第26跟第27题咯，我们下个影片呢，我们就会讨论第28跟第30题，因为我没有要做第29题的意思，我很懒，对不起，原谅我，给我放大一下我下一个影片的准备 OK。 所以呢，我们下个影片就会讨论陈景润2008年高阶组第28跟第30题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